和平实验学校办理56周年校庆运动大会，除了安排竞技比赛以外，校方也特别邀请福卡福尔摩沙马戏团到场演出。这演出作品结合特技杂耍、舞蹈和小丑电项目，以趣味的表演方式呈现。校方也邀请邻近的和平国小学童做伙来享受这场艺术盛宴。河北实验学校举办56周年校庆运动会，按运动员进场就当感受到学生满满的创意和活力。不管是道具装扮，也是舞蹈表演，都有各自的表演特色。甚至还有地教部和高中部共同演出，展现普特融合的校园特色。我们这个仁爱文教基金会的邀请，然后以及我们学校家长会的这个支持，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这个台湾知名的福卡福尔摩沙马戏团来我们学校表演。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马戏团它的一个表演，它其实里面的主题有融合马戏、游戏还有教育的议题，可以再给我们全校的老师呢还有同学一个启发。那这个活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呼应现在 CRPD 融合教育的一个精神，那我们秉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我们还邀请了我们邻近的友校和仁国小，那他们会有200个学生一起来跟我们和美实验学校的同学一起来跟这个马戏团互动，那我想这也体现了我们课纲的自发互动共好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我谨代表全体家长祝福和美实验学校生日快乐，也非常感谢各位贵宾家长们莅临指导。众数马戏团，我们只是说协助一下，其实要感谢校长还有主任老师他们的用心啊，把我们投资的爱把它帮我们发扬出去。除了安排运动竞赛，校方也邀请退休教师共同种植人行道的树啊，以10年树木、100年树人来传承河北实验学校的办学精神。另外，今年校庆上特别的，就是邀请到各地出名的福卡福尔摩沙马戏团到学校演出，也邀请学校附近的和平国小学童到场来欣赏，透过各族员分享，甲在地合作共赢共好。大众新闻叶芳如河北采访报道。